您家孩子爱不爱玩手机，就看着他那小眼睛咔啪咔啪紧盯着屏幕，担心不，着急不，暴躁不，有没有想过啥招戒掉手机呢？最近印尼政府想了个高招，他们给全国的中小学生发了2000只小鸡枣，哎，不让你吃哈，这鸡架也没几个肉，养。这小鸡装在笼子里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你得给它喂食吧，你吃零食的时候，捎带手的得给它吃两口吧，吃完再喂水吧，闲着没事的时候还得领出去溜达溜达吧。就这么一天啊，这一天到晚也不少事儿呢，可能真是没工夫玩手机了。据说小朋友们都觉得新颖有趣，也都养得挺投入的。丢掉手机去养鸡，这一波操作恐怕能出不少养鸡专业户呢。印尼政府也说了，这2000只小鸡是看着看着效果，这要是这招好使，还有后续动作。网友说，将来的情况可能是5、6年级盖鸡棚，3、4年级孵鸡蛋，1、2年级溜鸡崽，过年全校吃鸡腿儿。还有人说发鸡崽我不稀罕，要是能一人发一只大熊猫，我肯定把手机扔老远去。那你得征求一下国宝意见，人家干不干呢？